谢谢谢谢刘云子，虚惊一场，哎呦吓死了。小伙子在这儿聊天的时候，我一看，哎，怎么这个第一个短片过后，十六盏灯就都灭了呢？啊，才想起来下面还有一盏灯啊。哎，小伙，你这个灯也是那个，就是很强烈的这种想法才能灭是吗？对。有没有人说，有没有哪个姑娘说，燕子姐，我一直在想，我不喜欢他呀，我不喜欢他呀，但这灯就不灭呀，有没有？是七号墩儿。刚才吧，我寻思趁他变魔术，我就试一下哈。我说他长得磕碜，他长得磕碜，长得磕碜，我不喜欢。然后那灯还是没灭，还是这样式的。七号，你不用着急，你这灯没灭吧，说明你对我心里还有一丝留意，真的。哎呀，你这可真不好意思啊！我那个什么吧，咱俩互动一下，我带你做个动作，往前一步来，往中间站。我先手这个，这样，右手对。右手这个姿势啊，好，然后这个手这样伸直，然后打个弯，手向下，这样，大家看到了吗？像不像一个茶壶啊？倒水了。我是一个暖瓶一样的男人，但我不想找一个像茶壶一样的女人。都是认认真真的走到中间，以为有啥魔法，结果做了一个茶壶，啊，恨的都不行了。我来，我默念啊哈，我就心里寻思了，我寻思这不先茶壶吗？我这茶壶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实力。